这是1943年宋氏三姐妹正在视察重庆防空洞建设情况的合影，她们看着图纸还在讨论着什么。宋庆龄与宋美龄虽然在政治见解上有分歧，甚至出现过争吵，但三姐妹仍然全力投入支援抗战活动，这也是她们的最后一次合影。此后由于她们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，慢慢彼此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疏远，最后分道扬镳，姐妹俩到死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